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，已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程雷有期徒刑2年11个月附加驱逐出境。程雷在服刑期满后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依法执行驱逐出境。这里我要强调的是，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审理相关案件并作出判决，充分保障了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，尊重并落实了澳方领事探视、获得通报等领事权。 中方对中澳关系发展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，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，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，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。中方愿同澳方一道，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发展，更好造福两国人民。